重点还是是要把交接的24项的内容，把它清楚的做一个了解哦。所以事实上，当然事实上副长去可能是一个代表了。在6月17号的时候，你有跟你是看到这个北市府交接，看到这个彭振声没有出席，想问一下他有跟你讲过说他工作是什么？彭副市长的确是说，礼拜五跟。就是礼拜一他呢会回高雄，所以呢他就不会出席哦。不过我想对交接小组来说，重点还是是要把交接的24项的内容，把它清楚的做一个了解哦。所以事实上，当然事实上副长去可能是一个代表啦，可是我觉得重点还是要把现在的市政工作能够交接好，那到时候12月25号蒋万安担任市长之后能够无缝接轨，这是交接小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内容。